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果子冠，今天又来我们的今天每日实况了。今天呢就开始第51了，start。当然的，我先拿完这些果实先。所以说这样讲啊，但是呢，当然今天应该也是继续旅程吧。因为都不知道会走去哪里呢，所以就要继续旅程去探险一下，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遇到呢，还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发现呢，还是什么东西可以对战呢？将，所以就要检查检查一下呢。拿，然后再来撞，来撞一下，很爽的哦！撞一下果实，是真的超爽的。OK， 然后就是开始走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抓神奇宝贝了。当然，我要抓的是飞行系的神奇宝贝。没有对战吗？哦，只是跑啊。我以为有对战的事，只要看有没有飞行系神奇宝贝，没有，只有十圈。那我有的是进化型，现在有，对，在对这对战这的是退化型。来一招毙命你，哎，还没有一招死，超可惜的。哦，对，超有效，小心哦，要小心这一招呢。这招真的有点什么，有点超不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还是打败他了。哦，拿到了新招数，这位陌生人给了我一些新招数。找看有没有飞行系神奇宝贝咯，把它抓起来，然后作为我的第六个伙伴吧。还是用这招啦，最好是一起毙命咯。哎，还是没有一起毙命，还好你没有对我使出攻击，是就伤害我这样子的。哎呀，怎么还用羊的招？你还自爆招吗？你还自爆招吗？还好，还好，我的铁镜子很顶。要不啊，就死在你的自爆手上了。还是对战一下吧，会好好，会比较好一点。火嘛，可要小心咯，我的铁镜子可是非常怕火的哦。死了，他比我还快呢，果然是只马，是只快马，快马加鞭，我就来给你加一个鞭子，呼下去，来给你头上有六只鸭子飞。毕竟我的胆在进化了嘛，所以就当然用用一下它了。所以说会有一点不是很好用，因为毕竟没有什么招数可用，没有什么可以打人的招数可用，所以就真的有点麻烦。说打你自己啦，还打我，很痛，你知道吗？你又出风火轮，我都没有打到你一般点哦，只有你一直在死。伤害我吗？哎，没有。会子宫有时真的还有麻烦一下的。你看，我都没有伤到你，你已经杀死我了。哎，就没办法了，只好凑我的火猴子了。所以说不能对你出火的绝招了，因为毕竟火的招数呢会给他加命的，毕竟他有 fire up absorb 这个 ability 呢。
来吧，两拳就死了对方，好弱。咦，虽说这样子说，但是我还真的很想要遇到鸟类神奇宝贝呢，飞行系神奇宝贝啊，这样子。马一嘎，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，先看缘分，看运气的。所以我还是先慢慢的练习一下我的火候之盾呢。今天呢，可以说是对战了算特训时间吧，不确定啊，看哦。也只是对战的会比较多。又来了一个双胞胎。我才不怕你们呢。我对付皮卡丘，这个就对付，不要直接一次过对付两个，真会比较方便一点哦。你看，一击 KO， 真爽，真爽！就就就，哦，现在你看到天上的星星哦，因为毕竟天上的星星比我这边的星星还美，所以。所以说我这样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，但是最好还是看一下我的呢，因为毕竟我在玩这嘛。来吧，对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方没受到伤害，你方却已经全军覆没了。看有没有遇到什么神奇宝贝吧！耶，终于遇到了，终于遇到了一个飞行系神奇宝贝。但是呢，它只有一个飞行系，我还真想要抓别的，那些比较没有什么有飞行系。哎，我干嘛出这招啊？这招会给他弄死的呢。哎，没关系啦，缘分一到也是会拿来啊。太可惜了，手太快按到了。嗯，那 defense 的有时很少一下的呢。又来对战的 Richard。哒哒哒哒哒。哇，这只吗？这只是差头吗？我想要把它放进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差电中，给他炸死，炸伤满满，给他直接自爆死。哎，到还是用这招，火焰轮是火猴子的必杀绝招哦。但是，他的金电竟然伤害到我了，不能说伤害了，只是给我陷入困境了啦。这只中间放一个蛋是什么意思啊？中间放一个蛋是什么意思啊？哈，什么意思啊你？但是还是给我一级 KO 呢！哇哦，经验值还真多，刚才那一只经验值还真多，你打败那一只经验值才真多。虽说这样讲，但是。看来这里会比较多鸟类神奇宝贝哟，所以看看有没有啊，我就猜到的有了。这次可不能再失败了呢，这次可不行再失败了呢，这样子早就够了。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蹲下再打我吗？蹲下再打我吗？啊？哎，可别死呢！哇，这样子还真有点不是很好，干脆直接这样子去抓他吧。来，开始算一算，三，哎呀，才三而已，还没有二一呢。嗯，
再抓到一次吧，我不相信我抓不到。三二一，啾！我就不相信了吧，刚才那个是偶然的，这次是真的，是我的实力。普通飞行罢了吗？还真的有点不是很好。毕竟都抓了嘛，所以就叫他fly 就够了吧。因为毕竟我拿它只是用来我的那个臂，不是说臂加招了，只是比较好用的招数。没有用它的话，我又不是很能用到。因为毕竟这招我看也只有他会用吧，对吗？你看就只有他会用嘛。那换啦，换没有用的他不听哦。因为毕竟你那个影分身术呢，最多只能影分身术而已，他都不能去打人。影分身术我过又不能去打人，这个是可以增加的，增加命，但是这个会比较好一点。铁，我的胆宅也会，胆宅会就方便多了。我可不想用这招呢，为什么要这招？灰之弓好用是好用，但是它的招数的几率太，能打的招数几率太少了。所以我还是换一下会比较好哦。这个呢，我这个就果然全部都会，但是这个招呢会有一点不是很好，原因是它是看你的那个，就是看你的环境是多，是什么，又遇到了，看你的环境处比较不同的招数，但是都是有打的，都是打的绝招来的啦。我才不怕，我的火只会输你，所以说你也是火，可是我的火比你的火还猛，你看猛到给你烧死了。再做一集，看来这个就是一级 KO 了，真正的一级 KO 再次诞生了。OK， 但是还很可惜一下的，你看啊，如果我用脚踏车的话，我是不能进去这些草的，所以就蛮方便一下。那又在双人对战了吗？但我才不怕这双人对战。哇哦，火马和火马的进化是大火马，但是我才不怕你们两只呢，因为毕竟我有水嘛，我有水系神奇宝贝，有一处水系绝招的你。但是那只大火马还有够顶一下的，竟然还没死。为什么只针对我的火猴子？你看我的火猴子不能再 up level 了啦。那顺便也给我的飞行器神奇宝贝 up 一下 level 吧， fly 飞天。用看这招如何吧，我也不确定是什么招来的，但是这个就要用这招了，一次过打败两个吧，能的话。果然一次过打败两个呢，但是我这样子的话，我也看不到新的绝招是什么了呢，还真有点麻烦，但没关系，迟早有的看的。看明天应该也可以看到了吧。 OK， 现在我就回去这城市，然后给护士
做一个免费护理吧，不是给护士做一个，是叫护士帮忙给一个免费护理吧。OK， 谢谢你的免费护理呢，护士小姐。然后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呢，明天会给大家看到的啦，大家早说。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啦，毕竟都已经做完了，我的电脑有点不是很好，所以就拜拜啦，皆さん。